坑经历》这部少年探险励志剧正在播出中。王俊凯在剧中饰演北京少年张宝庆。对于张宝庆这个角色，王俊凯是这样评价的：张宝庆是一个有江湖气息的人，他非常的潇洒，非常的有血性，对待朋友也非常仗义。 同时，他也是一个自来熟的人，就是太自来熟了。然后是一个非常有硬骨头的人，就是做事情说到做到，不服输的人。他就是天不怕地不怕，他想去做的事就一定要去做到。谈到对张宝庆这个角色的完成度，王俊凯表示，在我心中的张宝庆其实就是我呈现出来的这样。那么，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去看待张宝庆。其实，我觉得我已经努力了。 去塑造这样一个在我心目中是这样的角色。蒋依依在《天坑英烈》中饰演小红果，在一次采访中，他就爆料了王俊凯的坑人技能，就是有一次在剧组吃饭，蒋依依就在那默默的吃肉，然后导演就在跟王俊凯聊天，然后导演就给他夹菜说：“宝庆，你吃这个；小凯，你吃这个。”他说：“谢谢，我不吃了，我减肥。”然后他就指着那一大盆红烧肉说：“爱吃红烧肉是吧？来，把这一盆给他。” 然后可想而知，那个时候蒋依依是多么的尴尬，而王俊凯真不愧被叫做皮皮凯。